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德云社张鹤伦、郎鹤炎相声专场演出武汉站的演出现场。我是来自武汉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静文，非常荣幸能够在咱们的国博中心汉厅为您主持本场活动。那接下来就首先请大家来欣赏咱们的相声《同仁堂》，表演者于鹤珍、杨敬明，掌声有请。舞台大，我感觉走了一站地，没那么远。来到咱们武汉演出啊，心里非常的激动，因为什么呢？咱们这是历史文化名城，九省通衢，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的武汉，来到这儿非常激动，而且一上台也感受到了武汉的观众朋友们的热情，再次给大家鞠个躬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哎，啊，行行了，越说越来劲。谢谢大家。确实，武汉的观众朋友们太热情了。嗯，今天呢是张鹤伦、郎鹤炎二位老师的专场。是。当然了，他们两个人的专场不能他们两个第一个上来演。对。因为什么呢？您吃饭也一样，大菜在后头。嗯。一上来先得上点小凉菜。是，所以说呢，我们爷儿俩第一个给您演，表演。到舞台上呢，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，跟观众朋友们认识一下。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，我叫于鹤珍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说话还挺客气，还挺周到，感谢大家。这个旁边这位呢，我是我的搭档，需要隆重的介绍一下。哦，这也得说一说。也是德云社的一位青年相声演员。您等会儿，捧假了知道吗？怎么了？就我这模样还青年呢，说归齐也就算一个中年。中年？对，中年您不够。啊？中年您不够啊？怎么不够啊？中年七十八岁，哪写的七十八岁呀？您够吗？哪写七十八？中年七十八岁啊！上礼拜我参加一追悼会啊，人家大喇叭说了，中年七十八岁，嗨，您够吗？你行了啊！那个大喇叭广播那个人故去了，叫享年。哦，享年。对了，不是中年。没错。那您享年是七十？喂，啊，这个感谢大家来到现场。这个七十岁，七十。中年，中老年了。中老年相声演员，啊，这位必须不能开玩笑，隆重的向大家介绍啊！想当年，全国相声大赛一等奖的获得者，拿过杨敬明先生。哎，师傅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别停，谢谢。老头多可爱 啊！七十岁高龄了，各位还站在舞台上给您带去欢笑，必须的，给您说相声，多好啊！啊，身体也好。可以，七十岁的人了，嗯，您看这精神面貌，精神面貌，抬手动脚啊，举手投足，对，您看这状态啊，站在舞台上，嗯，就跟活人一样。废话，死的就臭了，反正就是说，就跟这个活力，青春有活力，对对，跟我们年轻人一样，必须的。那今天来武汉演出，我听说我跟杨敬明老师搭档一块儿给大家表演，我心里也特别的激动哦。因为什么呢？杨老师作为一个中老年的相声演员，带着我们这些年轻相声演员一起演出，这属于什么呀？提携后辈啊啊啊！您提携我哦，心里特别激动哦。咱实话实说啊，来武汉之前，我听说怎么着，杨敬明老师给我提携，嗯，我
我特意换了一双新袜子，您知道吧？你没洗脚吧你？洗了，洗了。哪个提鞋呀？鞋柱的鞋，鞋城的鞋。提鞋我们上进，互相的。反正确实跟您一块演出，心里特别的激动啊，高兴。也是有很多需要跟您学习的东西啊，客气。因为什么呢？这个相声演员呀，归纳总结四门功课：说、学、逗、唱。必须得会，哪门弄好了都不容易。当然了，说个大笑话、小笑话，我得跟您学呀。啊，哎。把大伙儿逗乐了，我得跟您学呀！啊，哎，学一些个各种各样的东西，我得跟您学呀！是，最后是这个唱，唱您得跟我学呀！我跟对对我跟你这个，你学、啊，我跟你学呀！跟我学呀！跟你学什么啊？唱啊！唱什么呀？唱相声演员本门的唱啊！啊，这老观众都知道，不是唱歌唱戏啊，不是唱曲艺。相声演员本门的唱数来宝快板书，那是我们本科的。对呀、啊，这您得跟我学学吧。我跟谁学呀、啊？您不行，我从小就学这玩意儿。您怎么从小就学呢？看，我跟您说，别看您岁数大，怎么样？我刚才也捧了您半天了。嗯，但是在唱这方面，我可以不夸张的说，您不如我。您是不是？我这么跟您说啊，我跟各位说，在武汉。我好像没有什么名气。嗯，好像你根本就没名气，还好像，就是没有什么名气啊。但是您回北京打听打听去。北京啊。北京打听打听去。知道你、啊。唱《数来宝》我。嗯。别拍，都楼了都。拍使劲儿了。嗯。京城第一。京城第一、啊。我。哎呦。京城第一。哼。哎，那咱这样，上音乐学院打听打听去。音乐学院，我于鹤珍，嗯，音乐学院啊，数来宝系教授。音乐学院数来宝系没有这个戏。哎，有这戏呀、啊？哪有这数来宝？我给他们建的戏。行，甭咱我们那戏大楼门口都立着我铜像呢。行，您得放下。怎么着？就这个七块板。对，七块板、啊。我们从小科班，这玩意儿都得会。哦，都得拿过来就打。您还能拿过来就打？当然了，是了。哎呦，我有点。你别看这岁数，这么些年我可没见您打过。这也得练，是吗？啊，也得玩啊，也得玩，也得唱啊。您行吗？是吗？您打一我瞧瞧。拿过来就是，拿过来就打，拿过来就玩。大伙儿掌声欢迎啊，好不好？怎么样？好啊，要过饭。哎，人家要过饭的，经常练，经常练，不练打不了这样。确实能打。哎、咱今天咱爷俩合作的唱段《数来宝》。太好了，既然说到这儿了，咱给大伙儿，咱们爷俩合作。你不教授吗？那我教授。今天您来唱，行，我给您伴奏，怎么样？没问题呀、啊，行不行？说来就来。别开生面，第一次合作，没问题、啊。来，唱吧，数来宝。今天呀、啊，跟这个杨老师一块儿合作。您等会儿，杨老师，怎么了？别激动。我激动什么？别激动。嗯，咱爷俩第一次合作啊，我不得跟观众交代交代吗？哦，你得先说，对不对？万一有个崩瓜掉字儿，有些个瑕疵，让观众朋友们谅解呀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第一次合作，我先跟大伙儿交代交代啊。我开始唱，您再打。行，好不好、啊？你说，说说你的。这个抱歉啊，各位，这个第一次合作确实是这个没排练好。竹板打，响的打呀！好、哦，在这儿打呀！打呀！这个确实是抱。我不唱，我不唱。又拦我干嘛？我不唱，您就别打了，对不对？我这一唱，您没打。咱们合作这叫失误，舞台失误，您明白吗？哦，唱时再打。舞台失误，我得跟观众朋友们道个歉，对不对？啊，您等我唱时再打。你说您。抱歉啊，各位，实在是抱歉。这个跟杨老师第一次合作，竹板打，响连的打呀。再见。我这确实是。行了。又怎么了？第二次舞台事故了，这算事故、啊？那这么大岁数不寒碜吗？我是不是得跟观众道个歉，赔个不是，咱们再演呀、啊？
啊，你别着急打呀，你等我唱的时候您再打，好不好？唱着再打，你说你的。确实抱歉，对不住各位啊，没排练好。竹板打，想打呀。看出来了吗？那老头练。来，宝贝儿，哎，自个儿要会玩，拿起来自己玩。你要会打，我是茄子。不是您这有点过分了啊！什么过分？哦，什么过分？我们音乐学院鼠来宝系教授。别提你那教授。您说我要会打，您是茄子。对了，合适吗？怎么不合适啊？干嘛不合适啊？好，不是我在看你教授的，来，看教授的是吧？看你教授，对。你看，摔裂了吧？赔5000。我赔5000。你疯了，穷疯了！好，要不上，好上来！你穷疯了吧？谁穷疯了？5000！我打出来就比您强。什么叫你打呀？你会打，我是茄子，没说吗？会打茄子是吧？对，我们鼠来宝系教授，嗯，音乐学院的。行了，打。哎，干嘛呢这？哎，你这干嘛呢？别闹！你干嘛呢？照相。谁照相的？哪有照相的？那戴眼镜的，什么照相的？抬手就打，你打呀！打出来就比您强。你打来吧。说，打低点儿。行了，于教授，别晃了。不用问，过去也要过饭，经常练。谁要过饭？经常练。那于教授，打的打的比您好不好？光打不行。怎么着？得能唱。多新鲜呢！主要得唱，多新鲜！你板耍的再花哨，那是杂技团的。对呀、啊，你唱对不对？唱张嘴就来。来呀、啊！我们鼠来宝系于教授啊，这汤汤汤汤好几万句大段子，唱的明天早起张鹤伦都别上来。人家专场，人凭什么不上来？我汤汤汤大段，你不大段，你给大家来，大家给他鼓掌，唱个大段来。唱拿手的啊！当然得拿手，咱武汉的观众这么热情，能不给人唱拿手的吗？唱拿手的，张嘴就来呀！来。唱啊！怎么样？哎呀，用好的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真捧！欢迎大家掌声，谢谢。哎，这还没唱呢，您就捧上了，好像教授的魅力。你唱什么教授啊？你唱词儿啊？张嘴就来呀！唱的。大段儿，高高山上有两只羊知道吗？啊，羊对，带犄角啊，这都知道，四个蹄子都知道，一个尾巴，不用解释，啊、往下唱词儿，唱啊，高高山上有两只羊，羊明白吗？能涮着吃啊，还能烤着。听你这下边词儿，张嘴就来、啊。谁问你怎么吃的？高高山上有两只羊，羊明白吗？哎呀，还有词没有了？张嘴就来呀！高高山上有两只羊，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这还是大段，你什么玩意儿？就两句。你还会别的吗？就两句呀、啊。什么叫会？高高山上一头羊，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。好家伙，你这骗观众这是？不是骗观众，这是您拿我找乐。找什么乐？听清楚了，我是音乐学院鼠来宝系的教授。咱不提这个，咱不提这行不行？那必须得提呀、啊。啊，您让我唱大段，那叫快板书。啊，鼠来宝，快板书是有区别的。哦，是、啊。快板书是死词儿。背会了，谁站在舞台上都能唱。我们在音乐学院建戏，为什么叫鼠来宝戏，不叫快板书戏呀？啊，
因为什么呢？我们数来宝，现编现唱，即兴发挥。哦，哎，只无论什么人到这儿给我出个题，张嘴打起板来，当当当当，我就唱出来。谁都行。那谁都行。哎，我给您出个题行不行？那没问题啊。啊，我是您随便出啊，随便出什么题，在这儿当当当当当就唱出来。就能唱。教授嘛。来，您给大家唱那个灯泡。唱。那灯泡。观众都笑话您。是吧？灯泡什么好唱的？哎，我们就听现编词嘛，灯泡。哎，这个谢谢谢谢。哎，你看看，有观众朋友的掌声就好办。哎，多捧你。唱灯泡是不是？灯泡。唱哪个？哪统称的就都叫灯泡。都叫灯泡。对。张嘴就来。啊。呕、哦。哎，你们还呕啊？您看，这就是外行不懂。嗯。唱数来宝的规矩哦，没演唱之前先得呕这么一声哦，就相当于京剧里头那个叫板啊，就感叹词似的。哎，对，就是、哦、提醒大家注意听，我要开始唱了，要唱了就呕，明白这意思了吧？好、哦，您来来来，呕、哦，两回了，呕、哦，呕、哦。哪儿疼啊？你怎么是呕什么呕、啊啊？你唱灯泡，这就开始了。来呀、啊！啊，嗯。哦，你看看，哎，有我们学校的学生。对对对对，你从学校、啊、哎。哦，唱什么来的？灯泡。哦，灯泡啊。叫棒，要是没电它不亮。往下唱啊！完了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这叫什么玩意儿？你说，累死我了，好大灯泡，啊啊！就这两句，多新鲜！灯泡还完了，还唱几句啊？音箱，音箱，就这个，嗯，扔的就来呀、啊。啊，你看看我们学校学生越来越多了啊！您都学会了，您、哎。哦，大音箱是高档，要是没电它不响。往下唱。完了，谢谢，感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哎呀，真长学问。那当然了。哈哈，哎，您唱这个麦克风。麦克风，嗯，张嘴就来。啊。不许有呕，不许有呕，呕早了吧？嗯，呕早了吧？不许有啊！听于教授简单的介绍一下。哎，一二三，三二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呕、哦嗯。不行，不要，不需要这个。再来一遍啊！麦克风。哦，你看，咱这教学成果，哎，咱这教学成果怎么样？好好好，哎，好好，唱什么来着？麦克风，麦克风啊！哦，麦克风立台中，要是没电不出声，完了，谢谢。我就知道是这句，来来来，唱唱我，唱您，唱我，您还别说。要说唱您就对了，怎么呢？唱您就对了，怎么呢？怎么对了？多新鲜呢！啊、琢磨刚才您出这个题目、哦，又是灯泡，又是音响，又是麦克风，这题目太小啊！我、哦、就怨我了。题目太小，我肯定两句就完了。还唱我？他没得可唱。您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，谈不上。哎，这个相声大赛一等奖的获得者杨进明先生啊，老艺术家了，这唱您当当当当好几半句啊！我也爱听，就是当当当当好几半句，唱的明天早起张鹤伦都别上来，对不对？你甭管人家，来唱我，张嘴就来唱杨进明、哎、杨老师啊，唱我。好、哦哦嗯，杨进明是吧？杨进明，唱我。哦，杨进明完了，谢谢。你完了吗你？就这一句就完了呀？
不是这多有意思？这是哪？武汉啊？对，武汉啊。观这么热情的观众。对呀、啊。你这骗大家呢？怎么骗大家了？快板得拿绝活在这表演。拿什么绝活？拿绝活，同仁堂能唱吗？这过去咱们的拿手的好戏。这老先生，你说在台上成心撅我是吗？得会唱这。您上来同仁堂。同仁堂。用咱们行话说叫拉药抽的。行吗？汤汤汤汤好几百句。好些个药名药材名汤汤汤全都唱出来。这得有功夫。一般演员唱不了。难吗？难得住于教授吗？哎，别难的。这有什么的呀？来来来。这有什么同仁堂啊？同仁堂。张嘴就来呀。来吧。这有什么呀？观众朋友们，您赏下耳音、给您唱一段同仁堂啊。哎呀，这不要我了。哦，一进大街十里长，我眼前来到了同仁堂。这个同仁堂，他开的本是老药铺。先生就好比甩手自在王，药王爷就在上边坐，十的名医列两旁。先拜这个药王，后拜你，你是药王爷的大徒弟，这个药王爷的本姓孙，提龙跨虎，手捻着针。内科的先生孙思邈，外科的先生华佗高，孙思邈的医道高，32岁保唐朝。正宫的娘娘得了病，她走向泡沫治好了，一针治好娘娘病，她两针扎好龙一条，万岁一见龙心喜，亲身选她上当朝，封她个文官她不要啊，封她个武将她不头摇，万般出在无忌奈，亲身赐件大黄袍，这一旁怒恼哪一个？怒恼了竟得老英豪，微臣我东挡西杀，南征北战跨马抡鞭功劳大，因何你不赐大黄袍啊？先生治好娘娘病，您就亲赐大黄袍。一钢鞭拿在了手，守着钢鞭赶黄袍，这个一赶赶到八里桥，药王爷妙法高，脱去了黄袍换红袍，这个黄袍供在药王岛，黎民百姓财不相烧。您老这个买卖有兰柜，您老这个兰柜三尺三寸三分高，那一边供着压药碾子，一边供着炸药刀，炸药的刀亮堂堂。几位这个草药他先尝，那先炸牛黄和狗宝，后炸槟榔五麝香，竹香梦药是姐俩，被土兵骗有大黄，桃仁陪着杏仁睡，二人躺在沉香床，睡三更交半夜，胆大的木贼跳金墙，盗走了水银五十两，金毛狗儿闹汪汪，有丁香去送亲，这个人参这才做大堂。佛手抄起甘草棍，棍棍打在陈皮上，打在这个陈皮流鲜血，那鲜血躺在木瓜上，大风丸小风丸，胖大海滴溜圆，狗皮膏药贴伤寒。我有心接着药名往下唱，我唱到明儿个唱不完，我唱的是祝大家身体健康，福寿双全。好，您的热爱正在热播。